同样必须出镜。陈毅喝醉了，必须出镜。陈毅喝醉了，我会打筷子的。毛巾的意义，失败品。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どういうこと？当たり前と思って。ダルジーです。挑高，不是就吃个晚餐吗？快点啦！好丑，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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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吹？山芋。エビ。ウベさんです。カエルです。カエル、カエル、青蛙、青蛙。女蛙、女蛙。豆子。哦，豆子。对。就是做酒的时候就有剩下的东西。哦。女生也有一些什么面膜类的，类似那种。所以他就是喝酒长大的。虾。为什么？对，他这种东西说他懂的。山口县做的盐巴，我第一次听到说这个，然后配那个盐，它是配盐巴，好特别哦。不敢吃生的，我现在来挑战看看生的虾，喝酒长大的虾。好吃哎！我吃生的虾，我想说我今天挑战看看，还不错。没有我害怕的味道。好吃。哇，这个就是，那是你的还是你的？你整条吃掉，就是做的。然后刚刚他们说这个很厉害，这个酒超厉害的，很甜，很顺口，所以他们就帮我倒了一杯。美味しいって言ってるんで。听说这是山口县第二名的，然后也是很珍贵的一瓶酒。然后刚刚喝的这一个呢，是这个很像一个准的那个清酒。然后呢，第二杯他刚刚倒的这一个一杯呢，是他刚刚拿的灰色旁边的这瓶绿色的。我刚把一瓶，他们据说全日本只有十瓶的限定，这一次喝完了。天啊，虽然只是一小口，但是它没有其他的酒那么的呛，就是一不小心就会喝醉的酒，好可怕哦！天啊，15%。上去了。恢复了，恢复什么东西？那你在干嘛？我以为你在拍我，我在录影啦。你在喝醉哦？你夸张呢？你夸张呢？我在录影，你顺便，这个人，你看，你看，各位观众，你们看他的眼神，这是我手机哦，有多忙。有多忙，超级忙，是我的手机呢，好可爱啊！必须出镜，必须出镜。陈毅喝醉了，必须出镜。陈毅喝醉了，我会打筷子的。毛巾的意义，失败品。こんにちは。当たり前と思って。ダルジーです。快点，我教你那个。ダルジーのいいです。イクラとかウニ。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ウジちゃん、你看看，喝醉就长这样。Most beautiful sight です。我就拍你。你不要再太大声了，跟大陆人一样。再做一杯哦！你刚拍我十遍了。再做一杯。你来，让我检查你的手机，来拿来。你拍几遍？来，来啊！我没有在怕你的啦。你这段也不会放进去，你不用再录了。会，我现在已经40秒了。我也要手机哦。
怎么样？怎么样？哎，我手机啊，怎么样？你怎么还手机了不起？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漂亮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漂亮啊？我跟你远一点，不然你脸好大哦。那我们想要干嘛？我们要去泡桥啊！这说什么话啊？拜托！好，到了，到了，好，快点去泡！你泡给我看。去泡成毅，泡给他喝水。哎，成毅，泡脚到了。泡脚到了。骗我！他们两个就这样手牵手啊，我嘞 ，Gino 手。Gino 手没人切 ，Gino， 什么 ？Gino 啦，什么意思啊？舒服的意思。好了，被切了。蔬菜的意思。车子，你进来一点。我飞的水果。好可怕哦，陈一喝醉。小心。不好意思，我飞的宝。Unbelievable。加油！太好。Baseball。换你什么宝来 ？Basketball 啊 ，Football。换你什么宝？完了，什么宝 ？Bad Boy，Bad Tom Boy。哎呀，可恶，被用掉，在偷。衣服呢？那如果日本人下班就可以直接来这边泡脚？对呀，一整天的那个疲劳直接瞬间消风。看得上吗？哦，只看得上。哇！上班什么意思？辛苦了，在上班。哎，小姐，你的脚没在上面。有奶茶吗？走。平生，我们在泡脚，你在跪什么跪？你给我做两。平生。漂亮，是不是有保养？平生没有。没有吗？没有，就是平生。谁卤的？要不要一起边播边喝啦？你怎么可能呢？你有累的一天哦，骗人呢！今天几点？你说今天几点？你有睡觉吗？啊，你有睡觉吗？上床三点起床。哎，你有这样在脱鞋子的吗？在后面呢。啊，你会背。哎，带你喝醉了，笑死。然后一直在拍别人喝醉，然后自己喝醉，笑死。笑死掉呢，笑死掉呢，在那边给给拜拜啊！你看，哎，我们今天泡脚就最后 ending 了。ending 好啊，我等下想去便利商店拍照。啊。我现在还能拍欸，你知道我现在怎样画面至中吗？啊，不然嘞，我要这样吗？哦，你这样我可以至中哦。好，你看他就是喝醉哦。我天哪 ，Oh my god， 我太厉害了吧！哎呦，哎呦，这个我没办法，这个我不太懂。哎、至中啊，什么意思？啊他身上有股狗味，他身上有狗味啦，好狗的味道。おやすみなさい。県庁を訪れたのは台湾のプロ野球チーム楽天モンキーズのチアリーダー大院さん、ユヒさん、チェンイーさんの3人です。私は大院です。ユヒです。チェンイー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そして県の特産のフグの顔真似を披露。
ぜひ食べてみたいと話していました。チアリーダーたちはこれから角島大橋や防府天満宮など県内の名所を回り動画を撮影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す。